们就爬差不多两个小时。我们也开始爬山了，随时有可能遇到大象和野猪，所以说我们还要加快点脚步。看见了吧，又一个吸血的玩意儿啊！保护它，等它啊大了，我们才可以钓。走，前面还有很多。现在我们钓了一个，应该是当地的另外一种黑鱼，我听他们说应该叫尖尖斑。我们来钓阿拉伽马，比较大的，他说有1米7到2米的，很长的，希望我们钓到刚刚来的。好，有一点难钓，但是 我想今天我们会最可以钓最大啊，我们就赶时间放开走了，踏踏实钓，等看大一点。多了。
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。我们要钓的是巨骨蛇，哎，不是他，哎，那太讨厌了。好吧，不讨厌呢，那个你看，完全不一样哈。这好硬的，它有甲哦。捅穿呢，ครับ，เทคนิคการ好，การเดินหนอนนะครับ，捅穿呢，ครับ，ให้มันอมนะครับ。เดี๋ยวผมจะบอกนะครับเทคนิคนะครับให้มันลากไปก่อนนะครับ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ลากก็ลากก่อนปล่อยลากก่อนนะครับใครลากแล้วปล่อยให้หยุดนะครับหยุด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ฝั่งแล้วก็รุดนะครับ都钓到啊！我也钓到，我不钓到。不要讲了，什么不知道？不会。这条鱼还不是我们想钓的，不是阿拉巴马，是我们找是100-200公斤的鱼，现在还不是。啊，你养没下去爆买一条大盘呢，哈。钓着它了，我用夹饵钓的，还好，力量还可以，幸亏我们在钓着多大的。我们准备钓的是，但是现在很幸运能钓这种。